主料米饭100克，辅料玉米粒30克，尖椒1/2个，红椒1/2个，葱、椰丝15克。盐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葱切片，青红椒切成圈，锅烧热，放入椰丝，小火煸炒，炒至椰丝发黄，散发出香味，蒸出待用。另起锅，放少许橄榄油，放入青红椒和葱片，爆出香味，放入米饭和玉米粒，翻炒均匀，最后加少许盐，放入炒好的椰丝，搅拌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炒椰丝时一定要用小火，避免将椰丝炒糊。二、炒饭的配料可以随自己的喜欢添加。三、如果饭比较硬，可以先过一下水，或者炒的时候少放点水，即可使米饭重新变松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